Dahon 第八拳改装。我们简单介绍整车的配置。整车客人只保留车架和头管，舒适的橡胶把套 ，shimano 迪沃有压刹车 ，shimano 十一速直播 ，silverock 钛合金车把 ，silverock T 七百碳纤维前叉 ，silverock Senior 五十碳纤维轮组。虽然 Apex 曲柄送封闭盘片7075铝 ，Shimano 105后波及11速飞轮 ，Silverock 直拉花鼓六爪日本培林，Silverock 碳纤维座杆及 B Bike 的镂空坐垫，整身没装脚踏的重量在 9.3 公斤。重新组装后的重量相比原车轻了差不多3000克。Silverock 这款前叉有专利设计，瓶装碟刹设计，安装这款独特的刹车座海狼安装磁吸座。原车的脚撑也保留，停车方便。这台车50毫米高的碳圈轮组，破风感强，451轮径，相比406，惯性更好，提速效果也更好。综合来讲，这台车的性能兼顾城市通勤及周边旅游及锻炼。这台车介绍完毕，友情提示：声音非真人，感谢关注。